南孚电池29年销量领先，升级聚能环三代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我王胜男有什么样的女儿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他要是那么差，他们系主任也不可能从那么多人里推荐他一个到江州电视台去实习，人家江州电视台也不可能把他留用实习。你不用上班吗？对，我得赶紧走了，不然我该迟到了。这孩子，你要是把电视台的工作再给我弄没了，哎呀，人家也不一定就要我呢。你晚上给我早点滚回家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那个什么，帮我锁门，钥匙还放在那儿。消消气儿，喝口水啊。请问这是钱三一家吗？你是？我是他高中同学江天浩。啊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他在家吗？他应该睡着呢，我给你去看看。三一。喂，小七，你回来了。那个昨天不好意思，放鸽子了。哎，你这会儿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，你想吃什么？你看看这屋子里乱的，这像是人住的地方吗？你赶紧给他买几件用得上的、质量好的，这一两天就能到货，把这些破烂全都给他换了。哎呀，我说你吧，就是说着最狠的话。干着最暖的事儿啊！这全都臭了，你少拿糖衣炮弹忽悠我！你跟我就是两个老丫鬟，一辈子都是伺候别人的。这做家长的不就这样吗？啊！
人家妙妙是个快乐的孩子啊，有正义感，这点我挺满足的。哎呦，其实我早就看出妙妙不想考研究生，我一点都不生气。我生气。你不知道我上回给裴儿打电话，我想打听一下钱三一情况的时候，他那个样子。我们家三一啊，正在跟他的偶像做课题研究呢。他自己都没想到，那些活在课本里、活在论文里的科学家们，就出现在他身边，就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。真是凡尔赛本赛。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吗？好几年，我记他一辈子。我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好久也没听到三一的消息了。”他一个男孩子在国外也没人照顾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呀、啊！你知道他给我来什么？高中是高中，大学是大学，现在大家生活环境不一样了，层次不一样了。少年朋友固然值得珍惜，可日后还有没有共同语言，还能不能走在一起，甚至坐在一起，都需要看缘分。我们大人也不好干涉太多。我呸！哎，你说谁家孩子不是宝贝啊？我们家妙妙就被他嫌弃的，连坐在一起都要看缘分。我女儿也是研究生。哎，老婆老婆，理智啊！他就给我来这个呀！哎呀，照我的标准，这闺女能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啊，那画个小画，搞点副业，自己租个房子住着挺好。你看他画的这些画，不是血丝胡拉，就是袒胸露怀的，就没有一点正能量的东西。我还真是庆幸，咱妙妙不是鸡汤派，这点咱俩的观点还真不一样。妙妙算是废了一半了，幸亏我还有个够够。这林够够，能让孩子快乐成长不好啊？不霍霍他了行吗？啊，幼儿园崔老师。喂，崔老师。好好好，我马上过去，给您添麻烦了啊。怎么？够跟人打架了，老师就要家长，你说我能指望得上谁？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？你要积极的心态应对啊。要不要钱？我跟你一起去啊，开车送你。不用，估计问题不大。老师就说沟通沟通啊。我从幼儿园出来，我一会儿就直接去单位了，下午还有例会。那你把车开走，我一会儿也直接去基金会了。这个，我答应给妙妙，给他放门口了啊。这个钥匙是在这里放着，啊，这里。林大为，林妙妙的房租里有没有你的贡献？我那会儿也不知道。下个月你的零花钱没有了。不公平啊！哎呀，真好呀。我这看着你啊，我这心里面就踏实多了。哎，你是不知道呀，这两天我这个心里面呀，颠沛流离，鸡犬不宁，七上八下。生意不好做吗？我那生意你还不了解，就没做好过。正常。行了，不说我的事儿。那你到底找我啥事儿？钱三一回来，回国了，就在江州。这么巧啊！我们那天还提到他呢。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知道，但估计回来有一阵儿。他也没联系你啊？妙妙碰见。天哪！然后呢？然后据妙妙说，他就跑了，然后妙妙就追上去了，然后他一句话也没说。可怜的妙妙。然后昨天妙妙就喝大了，然后妙妙他妈就……怎么还有他妈的事儿啊？这个。画风过于不堪就不提了。关键是，然后我又去了钱三一家。然后呢？别那么多然后了，赶紧接着说。后来，就有个女的，一个一看就比咱们大的姐姐，
给我开的门。小时工？你见过小时工穿浴袍的吗？天哪！关键是，这个女的跟我说，钱三一在睡觉。你告诉妙妙了吗？我怎么跟她说呀？我这心里面还没过去呢，你更别说是妙妙了。我要跟她说，也得等我心理建设完了，我再跟她说吧。你做心理建设没这个必要吧？怎么没这个必要呀？我现在就是张不开这个嘴，要不然我这心里面颠沛流离的。我说实话，我对你都没这么不知所措过。你反正就一直不接受我，你很清晰，一直都很清晰。我也很清晰，说妙妙呢啊，你别扯到咱俩啊。现在田心儿吃饭怎么样啊？她吃的可好了，而且他们两个关系好，天天比着吃。崔老师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离得比较远，赶过来得花点时间。没事没事。妈妈，哎，这边什么情况啊？啊，不是多大的事儿，就是孩子们之间闹了一点小矛盾。我先给二位介绍一下吧。这位是狗狗的妈妈王女士，这位是甜心的爸爸曹先生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打架了？没打过。狗狗妈妈，今天的情况啊是这样的，我刚才呢又仔细的问了一下我们班里面的小朋友，我们班呢有一位七同学，他的年龄比较大，而且又比同班的孩子大个一岁左右，平时啊可能会在我们老师照顾不到的地方欺负班里面的其他孩子。但是今天甜心儿和狗狗是勇敢地站出来反抗了，特别是甜心儿，你不要看他年龄小小的啊，今天齐同学不让狗狗吃饭的时候，他立马就站出来了，不过还把人家给推倒了。我觉得两个孩子是很勇敢的，只不过是这种的方式肯定是欠妥当的。同样呢，我们作为老师的也想说一句，我们以后啊也会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，也会给孩子们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环境。崔老师，你放心。我回去之后啊，我一定跟天星儿再好好的沟通一下，我会教给他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同学关系。哎，太谢谢您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李姐。没有没有，实在是给您添麻烦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很感谢你们家长的，只有你们家长和我们校方是齐心协力的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教育好孩子。齐心协力，齐心协力。好，那我们回去上课吧，好不好？拜拜拜拜，老师再见。再见。辛苦您了。哎，狗狗妈妈啊。咱俩加个微信就方便吗？哦，方便。这样以后孩子有啥事儿啊，咱们也能方便联系啊。好的，好的。曹双印。对对对。你这个名字能让人有印象。我通过了。哎，好嘞。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哦，我是在报社，是咱们江浙晚报的主编。哦，这么年轻就当主编了？哎呀。我是体育老师，带排球队的。哦，哇，那体育老师这个工作本来就很辛苦，然后你这边还要再带孩子，哇，那很不容易啊。嗯，是挺不容易的，分身乏术。我这两个孩子基本上都是我带大的。哦，你们家带孩子是怎么分工的？我们家就是我带，因为孩子他妈妈呀自己在开公司，然后呢现在正好又处于上升期，所以忙不过来就我多担待点吧。那你爱人真幸运。你昨晚喝酒了？啊，没有啊。怎么，今晚上续约一局？没时间。你一定喝酒了，我也认不到。全面科学配方，百年贵族品质，海普诺卡1897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哎，嗯，你那心理建设做好了吗？别着急，正打地基呢。这事总得有个推进吧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总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就过去了吧？要真能过去，那就好了，我巴不得呢。瞧你那点出息！
这样，你先把钱三姨约出来聊一聊，那女的是谁咱先不管，先把钱三姨搞清楚。咱俩背着妙妙不合适吧？为什么要背着她呀？你就在群里约妙妙，她想来就来。我觉得咱还是别一下步子迈这么大。不不，你听我说，我的意思是咱先在群里呼唤一下钱三姨，看看她什么反应。那她要是不搭理咱们呢？那就算了呀，那就不怨咱们了，那干脆把群也解散，对不对？咱也犯不上热脸贴人冷屁股吧。钱三姨她不会的。谁知道呢？哎呀，说实话呀，我这脑子一直都是懵的，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。哎，不对，是从去年。我给你看，你看，最后一条消息是我去年寒假的时候问他回不回来过年，人压根就没搭理我。哎，我真的我就不明白，像咱们这种关系，对吧？就算你因为妙妙没脸见咱俩，那你把话说在你明处不行吗？咱们之间是不是还有同学的情分在？啊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，人间蒸发一年多，都是男人，对不对？你说句话能死吗？你看你那个气妇的嘴脸，你还男人呢？那我一直不就是你的气妇？你又来！来来来来，这样，我在群里啊，先冒个泡，艾特一下所有人，你呼应一下。好，你动动快点啊！哎，别别，等会儿，我得把这群名改一下。这当初这怎么想的？起个这么恶俗的？吃药了。上午应该是那个江天浩来过了，他听说你在睡觉就走了。你是不是担心他找你有什么事儿？要么我先去找他聊聊。不用。我自己能处理。你觉得自己可以应付吗？不知道。但我正是因为想他们了，才回来的。可能你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吧。我自己待一会儿。妙妙，哦，师哥。哎，你昨天没睡好啊？对，我家里有点事儿。啊，那个人物我还有两张没画完，我明天交给你来得及吧？画的事儿没关系，你先把面试试好。我跟失联网的同学说过了，你只要过了群面，到他那关就不难了，给你留个新闻编辑的实习岗。谢谢师哥。跟我还客气，我再嘱咐你一句啊，注意群面的策略。你擅长的题目呢，就当 leader； 你不擅长的就当 timer。
没找好时机啊，你千万别着急出道。要是被认定为搅局的，你的面试就等于提前结束了，明白了吗？请60到70号的同学准备参加面试。应该到了，我先进去了。去吧，加油。哎，等你好消息。肖总监，哎，这么巧，您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哎呀，咱们公司也在这儿招聘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好苗子推荐啊？我推荐的人也入不了您的法眼啊。这话说的，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先进去了。哎。现在假设你们是同一组的外派记者，参与决策和记录一起孤岛救援任务。岛上有老人、孕妇、科学家、医学家、企业家、流浪汉。你们面前的纸上写着各自的成果和生平，你会怎么安排救援顺序呢？你们要讨论出一个共同的决策，而不是分别的决策。发言计时共计10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大家过来一下啊，咱们这个时间的有限，每个人各自说1分半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来负责总结陈词、归票、做出决定。大家说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个性表达。今天有什么有意思吗？嗨，都是套话。所以你们呢，一定要在这1分半的时间里呢，把自己的个性表达出来，好吗？要沉着冷静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那这位同学你先发言吧。老师，这位同学先发言。我。请这位同学稍微快一点。我觉得，我觉得这个命题太无理了。救命的事儿是可以计算的吗？谁的生命比谁的生命更有优先权吗？要有的话，这也是个上帝命题吧。如果非得让我选一个必救的，那就孕妇吧。毕竟她是一人两命，其他的我没法选，我真没法选。你能说科学家的命就比流浪汉的命更宝贵吗？企业家的命就比老人的命更值得珍惜？能够得着谁就救谁呗。那要不然这样，落水之前先搞一个软件评估一下，如果注定有人来不及救的话，那个人直接自我了断算了，省得其他人为难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出门的时候都得背一个生命评估数值呀，以备不时之需？这不就是说，因为血统不优异耽误了人类基因发展的那个人，他就没有生命权了吗？那这不是独裁吗？这么功利的社会，我们还有什么留恋的呢？直接大家一起灭亡算了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今天可能是，我可能是情绪不太好，我不太适合这次面试。对不起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怎么这样？肯定就是太紧张了，平时没准备好。老师，这是他个人原因，总不能影响到我们的成绩吧？就是啊。是我自己不争气，我情绪不好，我面试的时候没忍住哭了，我搞砸了，对不起。工作小事儿，这次不行还有下次呢。不过我之前订了个餐厅，本来想庆祝你找到工作的，那现在就当庆祝你躲过了一家不识货的用人单位。你是在追我吗？大姐，我之前跟你表白过3次了，
什么时候？那我现在跟你表白第四次，要不要？咱俩试试吧。啊？我不会谈恋爱，我其实就是没谈过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谈起恋爱来，我应该会挺作的，我可能会控制欲强，占有欲强了，可能嫉妒心也挺强的，我可能还会爱吃醋，所以你得惯着我，宠着我，包容我，你受得了吗？说什么呢？恋爱中的女人就应该这样。恭喜你，第一次表白就成功了。想吃什么？我们现在有正当理由去庆祝。我还是得说一下，我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小琪，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学校。我刚刚面试完，面的不怎么样。出来坐坐呗，我把定位给你。嗯，那我等你啊，你快点来。小琪找我，我不能跟你去吃饭了。啊，没事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是个重有轻色的人。我是个得色双馨的人，能理解。这现在的大环境推动着各行各业奋勇争先，你要是原地踏步，那就会被时代淘汰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加强日常管理，严肃考勤制度。人事改革讨论稿呢，已经分发到了各个项目中心了啊，大家要好好的讨论。咱们有的教练啊，仗着以前取得过一些好成绩，啊，就迟到、早退，三天两头的调班。如果要是年纪大了，家里有二胎，精力跟不上，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具体的情况摆出来，对吧，王教练？胡总，你在说我吗？你有这样的情况吗？我有，可没你说的那么夸张。迟到是不对的，这我不解释，可我从来没有耽误过课，我带的队成绩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哎，你说的对呀，啊，王教练说的特别对，这个俱乐部啊，成绩是固然重要，但是它必须要兼顾可持续发展。这俱乐部本身嘛，品牌形象很重要，一线的人员年富力强是关键。这年纪大了，是吧？这家里有二胎，那精力上就是顾不上，这两者根本是顾不过来的。吴总，你还在说我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生二胎怎么了？说明我身体机能好。现在还鼓励生三胎呢。那个大家，大家安静会儿啊，安静会儿，开会呢啊。行了，你的事儿呢，咱们会下再说。那从今天起啊，咱们俱乐部的部分人员岗位要进行调整，啊，大家好好配合。小琪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闺蜜邓小琪，这是吕佳维，我的师哥。你好。一起坐呗。不用了，那什么，他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他就是送我过来。哦，对，你们聊。妙妙。一会儿用我来接你吗？啊，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那我走了啊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看需要点什么？哎。算了，我就没事吧。谢谢。好。你看我干啥呀？你有啥事儿啊？你和你那师哥到底啥情况？哎，就师哥变成男朋友了。我去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3:44。你不会因为前三一？哎呀，就算我怂，算我害怕，行不行？你觉得好就好，挺好的。反正别把自己轻易再搁里头了。还在，我在得着吗？你好，你的美食。哦，谢谢。耗子跟你说的，他一早来找我了。他从我那出去找你呀、啊？他从你那儿出来？我们俩昨天晚上喝多了。你俩昨天晚上喝了多少？别提了，翻篇吧，我现在头还疼。耗子是从钱三一家出来找我的。他又去找钱三一了。他可真行，据说是个穿浴袍的姐姐开的门。据说钱三一还在睡觉。你直接说耗子说的呗，你这老据说据说，你跟我说啥呀？跟我也没有关系，别人家事。这也许能说明什么，这也许什么都不能说明。嗯，耗子说他和你说不出口，我说我来说。他也真够逗的，他也是为了你，他为我啥呀？你也是够逗的，你们俩就是瞎操心。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？对，挺好的，就是这一切都刚刚好。就是谁都不能原地踏步呀。就是啊，就得往前看嘛，迈开腿。就是，我也迈了一步，我和我一个师哥好了。不是你。你这步迈的可是有点大呀。那耗子知道吗？我还没和他说呢。你知道我一直把耗子当成了兄弟。我们这四小只看起来没有变，实际上翻天覆地的变。你和耗子昨天晚上到底喝了多少啊？不是心里更乱了。小魔王，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姐姐，我想你了，你快点回来啊。我没说我要回去啊，你等我干嘛？妈妈说你今天回来的，家里有你的好朋友等着你哦。我的好朋友？我给狗狗买了大桶的冰激凌，我们说的要等姐姐回来再吃。冰淇淋想你都想哭了，你快点回来吧。什么冰淇淋想我，还你想我，明明是你想冰淇淋嘛。好了，太晚了，你快睡觉吧。妈，你在这睿觉去吧，我周末回去，我挂了。三一，该吃药了。大概要多久？这个我没拼过。适可而止。
超过15小时，我就宣布挑战失败。今日挑战15个小时拼出乐高新品，这个是样图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3，现在挑战开始。炒饭。怎么不喝了？浪子回头了。这生梦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该回到正事上。突然查账干嘛呀？你信不过我。我现在谁也不敢信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什么都会变，谁也都指望不上。只有自己的卡里有钱，心里才踏实。你又受什么刺激了？是觉醒了。咱那3方公司找了没有？找了。找到没有？找到3家。我给你拿资料去。挑战成功，用时14小时20分钟。直播结束，感谢各位关注。好了，这个灯棉球半个小时后吐掉，24小时内不要漱口刷牙，要是有出血的现象也不要害怕哈。产生了血块就跟我们联系。挑战成功了。那快点睡吧，起来别忘点点吃的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叫沈乔华，是这部戏的导演。坦白的说，我对现在的江州剧院不是很熟悉，因为上次来的时候，我是跟我的研究生导师一起来的。那个时候我做执行，那是30多年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还是小沈，现在已经成老沈了。我们关起门来说话啊，如果谁不愿意参加这个戏，现在可以举手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们的院长绝不会为难你。有没有人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好，各位先请坐。为了更好的发挥各位的特长，也为了我更好的开展工作，各位有什么才艺的话，可以向我报一下，没准我们可以用到戏里头，好吗？大家可以举手发言。导演，我会抖空竹。什么？抖空竹。哦，不错，谢谢。导演，我会倒马蛋。啊，谢谢。我小提琴。什么程度？9级。不错不错。导演，导演啊，他原来杂技团的，他会顶缸。顶缸？顶你我。我会演缸，导演。哎，你这个缸很英俊呀。还有谁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按照名单上的人
我抽教了，啊，罗南是导演啊，嗯，哎，坐坐坐，你会什么呢？嗯，我会钢琴，钢琴十级啊，手风琴，尤克里里，还会点踢踏舞。哦，关海威是哪一位导演？哎，我，你有什么才艺呢？要不我给您来一段快板，您尝个咸淡。好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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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。哎呦呦呦！谢谢。哎呀，江浙剧院藏龙卧虎啊！我们把时间留给别人啊。还有其他的人没有？还有吗？那我就顺着名单往下点了啊。邓小琪是哪位？邓小，我看你的专业是话剧表演，你有什么才艺呢？舞蹈吧。什么程度？就正常。那就是一般喽。好。大家的情况呢我都了解了，这些在以后的角色分配和排练中我全都会考虑进去。之后呢我们会组织一次公开的导演阐述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所有的所有。